干啥呀？我可没惹事，别砍我呀！这么怕呀？他给我把衣服扒了呀？怎么还整那种造型？那什么玩意儿啊？拖拉货！我给啊，什么玩意儿整我脸上？这是？我要穿成这样了，怎么还有这个腿呀？我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我感觉身体热热的，这个地方呀，我要满血复活了吗？感觉浑身有劲儿来。大夫，这颗耳朵不会又是耗子身上吗？嘿，放心吧，这回是用纯天然无污染的苹果培育的人耳朵，还能固铁，你的厉害吗？啊，苹果，那我不成植物人了吧？